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战胜华尔街，我是主持人 Katy。 大家好，我是齐恩。是的，今天是8月22日哦。美国四大指数呢，昨天晚上都是下跌哦。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啊，难道那只熊脚又要伸出来了吗？那我们今天台北股市哦是下跌163点，中场收在15245点。哎，钟老师，真的像你说的耶，上周啊市场一片乐观的时候，如果冲进去追买股票的朋友要当心喽，有可能又会掉入那个套牢的圈套。我们把大盘解析交给齐恩老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加权指数哦。上星期有跟大家提到哦，就是季线反压的部分是市场共识。嗯哼。那既然是市场共识，当然今天一个拉回的幅度是不是在我们的预期之中，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嗯。好，所以在过去啊，你只要是这一天这五天去买的股票，基本上今天都会比较辛苦哦。是。那我们知道，其实加权指数今天哦，在这个季线这边做震荡哦。Kitty， 你知道吗？嗯。很多股票其实它连季线都站不到啊，甚至连月线都站不稳。哇。好，甚至连月线都站不稳。是。那我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你的操作的节奏跟你的操作的这个所谓的的这个所谓进出的这个位置啊，嗯，会决定你到底能不能赚钱。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所谓的柜买指数的部分哦。柜买指数其实呢，最近大家都知道算强嘛，对不对？对呀。好，这一条是季线，嗯，这条是季线，对，很明显比大盘强啊。没错啊。对，大家会想说，哎，那既然这样的话，柜买指数算是蛮厉害的啊，理论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嘛。大家看一下哦，其实柜买指数啊，之所以会这么强势，其实跟我们的生技医疗指数是有关的哦。对 ，Kitty， 你知道什么叫做主流？嗯，什么叫做主流？主流就是当这个类股当中的指数是在创新高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公认它是主流。哦，好。那过去呢，电子股反弹的时候，对，很多人跑去买电子股，大部分的人想法是这样。对啊，我认为它跌深了。对，我认为这个价格不错，可以捡便宜了。我认为现在买应该算安全。哎，对啊。好，但是当我们回来看加权指数今天跌163点的时候，对，你再回想过去这五天，包括上星期你在进场的那些思维，到今天为止，是不是还是一样？嗯。那如果你今天的想法又不一样的，你开始告诉自己说，这个盘是不是走弱的？这个盘是不是哎要震荡的？那你上礼拜进场的决策又是什么？所以我跟大家讲嘛，其实在这一串的这个台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个股是连它的什么月线都站不上的。嗯，我们来看这一档个股。好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这个励志的部分哦。哦。之前这边是在1月21号，那个时候大概在1000多块左右。哦，励志。好。励志哦。哦。这档是励志，6719的励志。来，你看。上礼拜一的时候不是很强吗？8月15号涨停板哎，有哎。结果你发现哦，这几天都在震荡，是，甚至连这个月线都站不稳啊。那这边是季线嘛？对啊，季线的部分在这里嘛。是，所以你站不上去的时候，你看哦，从过去你不管在任何价位，1000块也好，800块也好，或者是600块也好，对，你到现阶段为止，你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等解，还在等，对，等解套。那有些人会去加嘛？嗯。有些人会去加码嘛？对啊。讲说，哎，那我摊平好了。对。可是就发现说，这个股票一直往空方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对，你再怎么加码，感觉好像是越套越深，越套越多。没错。越套越深，越套越多。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支股票，6770的这个利基电也是一样哦。利基电哦。Kitty， 你知道吗？利基其实在之前上市之前哦，哇，它的呼声很高哎，呼声非常高，对啊，脸书上啊，社团上，甚至是现在很多人会加赖群嘛，对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讲这一支，结果从它开始之后就一路往下跌，有啊，就一路往下跌，是。那这个地方哦，其实我问过很多投资朋友，有买利基电的，他们的想法都是要续报。结果一直爆，一直爆，爆到这边开始有机会反弹的时候，哇，你相不相信这个地方有人去加吗？你看这个量这么大。真的，有没有？是。好，结果呢，加码完之后就一路往下跌，真的耶，一路往下跌，哇，那怎么办啊？所以你今天就算大盘反弹了千点之后，你的个股还在等解套。对啊。那当然我们要去思考说，到底为什么你的过去
操作上的这些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第一个，你可能做到旧主流的股票，对，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设停损点。哦，对啊，很多投资人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停损。Kelly 讲的没错，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停损，应该是说大部分的人不愿赔钱卖股票。嗯。不用赔钱卖股票，那也有一部分的人的情况是这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是他可能也愿意去参加老师的这个团队，好，其他老师的团队，嗯，但是呢，可能他在买股票的过程当中出现以下的状况，嗯，第一个，好，每天试价买，对，每天试价买呢的情况之下，如果是在追涨的股票的时候，对，就很容易发现什么，发现哎，买了之后就不会动，是。因为你是长红的时候去买嘛，对啊。第二个是你参加的老师只会买不会卖。哦，好，越买越多，越买越多嘛，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下跌要不要去加嘛，摊平 啊。然后不会卖的时候，到时候他股票跌下来，股票多的时候，你去问他，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嗯，好，或者是套牢股票有两成以上，是 ，and 活这个资金有在股票里面都完全套牢。哇，这个是。假设目前你的股票有这种情况的话，哇，一定要加 LINE， 加老师的 LINE 哦，加 LINE， 把你的股票丢出来，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输入88168VIP， 这是齐元老师个人的 LINE， 由齐元老师亲自为你解答哦。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好，利基电哦，对 ，Kelly， 我想问你哦，利基电从70几块跌到30几块，嗯，你觉得它未来会整理多久？哇。感觉上面好像压力重重哎。那我们再来看荔枝哦，荔枝也是一样。对。好，从1000块跌到现在300块，你觉得它还会整理多久？哦，感觉要好久好久哎。另外一档个股叫敦泰，还有在哦，敦泰之前哦高点在280，你看这个都是什么？现在哇，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它的。整个月线都没站稳，对啊，月线都没站稳啊，是，所以投资朋友，来，我跟大家讲哦，好，如果你有这五种情况，对啊，加上如果你现在的股票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是，你也不知道你的股票要整理多久，对，你加了我的 LINE， 如果你的股票有这种情况的话，没错，你加到我的 LINE 之后，我跟你讲你的股票，我带你全身而退，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嘛，哦。这段时间当中，其实很多人的股票都比较辛苦嘛，哦，没错，是等解套。对啊。那有一个会员哦，他问我一个问题，他加入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对，他之前的股票这么多档，是超过10几档嘛？哦，到现阶段为止哦，他的股票的这个所谓的本来有上来一点点，后来又震荡了，是，他该怎么做？我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你应该要把旧主流的股票，就是它整理非常久的股票，你应该换个方式去做新主流的股票，换成比较有机会的股票。什么叫做新主流？好，我们刚讲生技医疗是什么？创高的主流，没错啊。那我们来看哦。好啊。过去我们在讲的是这个整个包括益德的部分，大家看这个对话框哦。好，这个是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的益德嘛，哦，对。好，这个会员是这样。31.7块买了18张，中间也有一些些的这个疑问，这样，但是后来呢就涨了哈，没错。好，今天益德呢再创新高，再创新高，又是涨停板，是。好，那我们再看哦，除了这个买益德的这个吴先生哦，对，林小姐的这个什么北极星有没有？北极星今天好强哦，这也是上礼拜，我记得是在这一天的时候跟大家讲，是，你看继续再创新高，今天来到150块，哇，这个是北极星的部分，嗯，好，那另外我们再往下看，宝林富锦是，今天也在创新高，美食，哇，这些都是我们会员的股票哦，都算是创高吗？对呀，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你继续在旧的主流去等，比如说假设你手中有利基电，我不知道谁会有，假设你手中有敦泰，嗯，你过去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当中，你几乎在等解套。对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把它转换成新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它会不会弹到什么地方，你怕你卖了就会弹，没错，你怕你卖了它就会涨，大家会怕这种情况。对，可是我跟大家讲哦，旧主流股票之所以是旧主流，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压力嘛，嗯哼，上面有很多的压力嘛，对啊，比如说你去看哦，
敦泰来讲好了，好，它这边都有所谓的大量区，对啊，大量区，嗯，大量区代表这边有很多人套牢嘛，像这一根就是嘛，很多人套牢，没错，所以股价只要反弹到大量区的时候，很容易就出现卖压，没错，就好像台湾人的习惯是这样，股民的习惯是这样，当股票只要回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想要卖掉，对不对？对啊，你会想要卖掉，所以你想要卖掉的过程当中，你会去等待它，嗯，你会去等待你的套牢股票想要等解套，对啊，就是这样的心情。可是当这种心情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手中还有钱哦，嗯，如果你手中还有钱，可能你就会去加码它，哇，因为人的思维是这样哦，对，假设当时候的我们用敦泰来举例哦。假设你当时候是买在这里的时候，比如说这边是113嘛，那跌到这边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加嘛？是，跌到80几块，你会想要去加嘛？对啊。然后呢，它的平均成本就来到多少？大概在100块附近。对。感觉好像你的成本变少了，亏的比较少。可是如果再继续往下跌的时候呢？那怎么办？你是越赔越多。没错。这个就是很多人在操作股票的时候没有办法跳脱出来的这种泥泞啊。是。就好像一个人掉到流沙里面，对，你不管怎么去挣扎，是，你就是往里面跳嘛，那就往里面沉嘛。哦，那最好的方式是有一根树枝，有个人拿着那个木棍去把你拉上来，去拉上来，对呀，要有人去帮你把它拉出来。就像你在这个套牢的股票当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嘛，嗯。但是如果你继续抱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加权指数，对，今天跌163点，是。那如果未来震荡又更大，对啊，波动又更大，那市场上又有新闻利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对啊，哎，你会不知所措，哎，是，你会开始又担心，是不是又回到那个所谓套牢的这种循环当中？对啊，啊，当你深陷到其中的时候，你看到别人在赚钱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很复杂。嗯，为什么别人都在赚钱，可是自己却一直在等解套？为什么别人在赚钱，为什么自己在等解套？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正确哦。所以我刚用流沙的这个概念来跟大家讲，我并不是说这个流沙怎么样，而是说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改变，对，你现在没有办法改变，那未来这只股票到底会不会弹，你又不知道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茫然。没错，你会变得很茫然，然后你看到别人的股票在涨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思考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人一定会觉醒，就是在可能在某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想到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与其你要等到跌这么深的时候，你才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你想想看，我们过去嘛，我们看我们的易德。好啊，我们的易德，在过去我们6月份到8月份到这里，现在为止，各位，我在电视节目上我不只讲过一次，我讲过 N 次。是，各位，这个就是什么？一个波段，做完一整个波段。是，这个就是波段啊。没错。所以你从6月份跌了2000点，跌了快2000点，到现阶段为止，如果你的股票没有办法解套，没有办法赚钱，甚至呢，你可能还在等这个时间，我相信你应该要跟上我。如果你认同我这样的概念，加我的 LINE。真的，在我的 LINE 里面跟我安家学习面对问题，然后老师已经出现在投资朋友面前，老师就是那个拿着木杆的人，拿着木杆，没错，就看你要不要把手伸出来。那伸出手的第一步是什么？拿起你的手机扫老师前面这个 QR code， 没错，或者是输入 LINE 的 ID 88168VIP 哦。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大盘今天已经来到所谓的这个季线反压的部分，有哦，这个季线反压的部分哦。如果我这样讲，如果未来它的月线开始震荡了，如果这个地方开始震荡了，那你就要去思考到底你的股票怎么办。不要等到说真的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再去思考，而是你今天就要马上去思考这件事情。没错，假设你手中有套牢股票，来加入我的 LINE， 然后我跟你讲你的股票该怎么操作。没错，那我带着你在这个所谓泥沼的这个流沙当中跳脱出来。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马上回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哎，齐元老师，不止易德今天再度涨停，哎，我们还有一支会员的股票也是今天也是超级强，哎，没错，这个我还在上礼拜有特别提到哦。对，我们先来看这一个 K 线图哦。好啊，4743的合一哦，我在先前的这个
6月14号的时候，对，我在 YouTube 上有跟大家盘中分享过，没错哦。那当然盘中也是三档股票要跟大家做分享嘛，因为这个产业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是。那上礼拜五的时候，我在盘中我也讲到，今天生技股不一样，包括天国一辉都涨了。对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看到，当时的合一啊，嗯，当天的低点是165.5。对。那我选择在盘中去分享。是。这个是上礼拜五，8月19号有，我特别点到合一还停了一下，没错哦。然后我们来看哦，4743的合一，好，今天直接就锁一字哦，对，锁了几张？55723张，哇，哦，一张买进的价格是200.5嘛，那锁了5万多张，是。6月14号是什么时候？6月14号是这一天，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红 K 的部分，对。但是我们刚刚的 PowerPoint 啊，嗯，是黑 K 有没有？对啊，就是盘中的时候去跟大家做这个说明，是。然后那一波就上去了嘛，对啊。好，一直到当时的这个那一天的是6月24号，对。高点是多少？214。对。当然后来就出现震荡哦，回档。那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其实合一就开低走高，开平走高了，对，开平走高，那有量能进来了，是。来，各位，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说，我们是预先规划买卖点嘛，没错。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好，8月15号周一，对，亲自带新会员，嗯哼，指令在这里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没错哦。包括这边的成交的部分，嗯哼，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合一，今天直接锁一字，没错，厉害。我不是要跟大家说我有多厉害哦，应该是说，既然生技医疗指数它已经是一个主流，因为它创新高，对，你看到的宝林富锦在创新高，没错，你看到的美食在创新高，嗯，你看到我们的益德在创新高。你看到这么多的生技股在创新高的时候，它告诉你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的大盘它是一个电子在走反弹格局，生技在走主升段的格局当中。是，所以你在操作个股的时候，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如果你可以从旧的主流，嗯哼，去转到所谓新的主流，什么叫新的主流？每一季。每一季或者是每一段时间，它都会有它的主流的个股出现。是。那既然会有它主流的个股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你旧的股票假设，嗯哼，它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荣景。什么叫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荣景？比如说航运股。没错。我相信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去思考，到底航运有没有可能再回到200块。对啊。大家会思考的是，可能短线做价差，这个可能比较多。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手上应该是没有航运股啊。我要去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你当时候可以在，反弹的格局，比如说最近大盘反弹，嗯哼，反弹的千点，对，你如果你的思维，你的这个所谓的盘感，或者是你对观盘的这种感觉是比较敏锐的时候，你就去思考，如果你的股票在这个反弹千点的过程当中已经涨了千点哦，对，从14000涨到15000，如果你的股票都没有动，或者是涨得很少，对，可能1-2个百分比，或者是2-3个百分比这样，这么多的日子里面，那你该思考一个问题哦，为什么连反弹的机会它都没有？这样子来说的话，是不是换股操作？反而胜率更高啊！因为你今天如果停留在旧的主流里面，你没有换到新的主流，对啊，你就会就像刚刚那个流沙一样。是，可是你看到像 Kelly 讲的，是不是换到新主流胜率会不会更高？机会会不会更大？对，那我要跟大家讲，当你找到新主流的股票的时候，是你的操作的这个节奏掌握好，你的成功几率一定会比旧主流多，因为创高的个股。上面是没有压力的，没错，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懂。所以如果你认同这一点，加我的 LINE， 没错。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新主流，或者是接下来要做什么股票，让我带着你做。
没错，因为这些东西跟你的生活有关。比如说当你手中的股票是在等解套，我想你今天大盘涨上来你心情不会比较好，对，甚至今天大盘跌了163点，你的股票假设还跟着跌，对啊，涨没有涨，可是跌它跟着跌，跌就跟着跌，你心里面一定想说，对啊，怎么这只股票这么没用？对，然后你就埋怨它，怀疑人生，当然也会情绪也会影响到你周遭的，不管是同事或家人也好，对啊，所以改变这个做法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说你只是单单的想要去赚钱而已，而是你要去改变你的人生，不要一直沉沦在那个所谓等解套的氛围里面。没错，那如果你一直在等解套，那你的钱没有赚到就算了，连家人可能感受到你的情绪都不好。对啊，你的压力又很大。很多投资朋友会有这种迷思，就是一张不卖，奇迹自来。可是现在空头市场这招好像不管用哎。对啊，空头市场的确是这样，特别是18000跌到这里来，是各位投资朋友，很多股票真的回不去，是真的回不去，真的面对问题，让老师带着你。你看我们最近做生技，我们从8月8号的那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生技以来，啊、包括益德到现在已经50几块，那个时候才30几块而已。对啊，宝林富吉也是从100涨到150，没错，完完整整的呈现在各位的眼前，做新主流，这个就是什么资金的去处，新主流的这个所谓的状态就是这样，没错。那我们最接下来看哦，好啊，如果你愿意跟着我操作，是。那我们来看这个，预先规划买卖点，我们会在收盘的时候，或者是前一天，或者是礼拜天，啊，会给我的会员指令，他们习惯去做预先挂单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重要。那等价格，等到价，好像比如说有些股票今天震荡，对啊，有些价格到了，是。那如果说我们滴滴的挂，刚好就比如说假设啊，你挂个什么下跌个几个 percent， 然后买到，哎，那就不错。是啊，这个就是预先规划买卖点。嗯，那接下来这档个股益德之后，解盲数据有哇，我们即将进场布局，太好了，即将进场布局。各位，我跟大家讲，买股票你一定要找对新的主流。是，这档个股我认为，它后续一定会成为新的主流股，不会输给益德，真的不会输给益德。不要去追已经涨多股票，对，我们今天的股票不要再追的新股票，新股票，可以刚开始准备起涨，拿起你的手机加入齐人老师的会员 LINE， 赶快跟上我们这一档个股啊，赶快布局，必须要的。谢谢大家收看，谢谢大家，明天再见喽，拜拜。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